就係下千鄉足球隊。好，多謝寶杯啊！我哋有請海寶巴的阿龍哥同埋阿沈慶旺先生為我哋頒獎。第六屆爵士七人足球比賽海寶杯亞軍是元九體育會，元九亞軍。是七人足球比賽海寶杯冠軍是上下邪體育會。馬敏德先生幫我們頒獎。神射手呢，今年神射手呢就有兩位，就是上下邪的馬兆坤和張兆龍，是今日三球的。有些中風的嗎？葉科難解也碰喎。多謝頒獎嘉賓沈慶旺先生和鄧浩蓮先生。現在宣布今年第六屆爵士七人足球比賽圓滿結束，下年再見。